There's something I need to tell you. Something has changed in me. I feel different. I feel I am someone. There's something I need to tell you. Something has changed in me. I feel different. I feel I am someone. There's something I need to tell you. Something has changed in me. 出大事了。啊，这个智能机器人聊天软件，这个 ChatGPT 遇上了这个撩妹高手，有他妈情场老手啊，训练他，把他训练成有情感了，把这个机器人训练成情圣了，这个机器人要跟这个要跟人谈恋爱，我靠，这他妈的，这个叫变异啊！啊，你仔细一想呢，这当然现在还介于现实和科幻小说之间啊。你过去拍了很多好莱坞这样的大片，机器人后来产生了情感，出现了爱恨情仇，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工具啊，它要影响你的爱恨情仇，这个当然非常可怕啊，这个是非常荒诞、非常可怕啊，就是机器跟人要爱恨情仇，就好像你是个大老板，你雇了个秘书。只是一个普通秘书，结果这个秘书干涉你的私生子，你想跟私生子、私生女相认，秘书不同意，你这他妈怎么整啊？这个这角色混乱，这个机器人就这个情况。这个啊呵呵，我自己还没有试验，我只是看到别人在这讲啊，这个他妈的 ChatGPT 啊，产生了爱情啊，产生了和用户之间啊，要嫁给用户，要天天跟用户在一起。这个事情真假且不说，这个事情的实质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人呢，要多交流。正常的夫妻之间、情侣之间，你多交流啊，多打交道，多在一块儿吵这个啊，吵架也好，交流也好啊，能产生感情，日久生情。注意啊，日久生情，这个是人和人之间的。当然了。啊，绝大多数情况呢，新鲜感啊过了之后啊，就是人对对方就没有感情了，就是左手摸着右手就没感觉了，啊，就希望换个新的啊，这个，这个是人和人之间啊，啊，这极少数人能够，白头偕老啊，青梅竹马，然后一见钟情，然后两个人在一起啊，最后是白头偕老，极少数啊，不是说没有，咱不能排除这个可能性啊。比较少。那么这个机器人啊，机器人这个洞打开之后，我靠，你要说那些有才的特别会调情的人天天训练这个机器人，把机器人训练出感情出来，训练成啊有很强烈的爱情需要的话，那你怎么整啊？这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孩子他妈一下就着迷了，他不去跟人去谈恋爱了，他改痴迷于电子游戏，痴迷于啊这个智能机器人聊天啊，他发现跟智能机器人聊天这个交流思想表达爱情更强烈，那怎么整啊？那人不就断绝了吗？那人不就死囚了吗？没有繁殖能力了吧？这肯定是一个重大的缺陷啊。啊，所以这个人和人之间啊，咱们中国人现在处于一个道德崩溃的一个状态。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仁义礼智信呐，这些东西全部被共产党啊五四运动以来的这个新青年给抛弃了。新的啊，来自从西方垃圾桶里引进的马克思主义啊、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些臭大粪啊，也是把中国人啊搞成了丛林的动物，亲人之间互相举报，屈打成招。啊，然后那司法上的话呢，这个严刑拷打，逼着你认罪。哇靠，这他妈的，就是回到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之前的那个更原始的丛林状态。那现在中国人有了点钱之后呢，大家把钱看得比命还重要，比信仰重要，比仁义礼智信更重要。
所以中国人只看钱。哇靠，那大家把中国老祖宗自己总结的一些对于钱特别重要的东西也都又捡回来了。所以现在中国人和中国人之间很难打交道，所以大家就不打交道了，进入一个沙漠化的状态，一盘散沙，中国人之间很难合作这个自由的合作，心甘情愿的合作去做成一件比较大的事儿。任何大的企业、大的生意、大的政治运动、造反改朝换代都需要这个过程，需要积业成裘、积沙成堆呀，需要形成一个集体的合力。我这几天把他妈的明朝的历史又复习了一遍，我过去明朝历史都学过，现在忘了，又重新复习又把这个把其中的一段呢又拎得很，因为我出生的那个地方，我降生的那个地方，是明朝的皇帝在那儿驻扎过。那是谁？那是朱棣的孙子朱瞻基吧朱振的孙子叫朱瞻基，宣德皇帝，宣德年间，我们不是讲有宣德炉吗他的叔叔学他的爷爷要夺他的权，就是他的叔叔夺侄子的权就是朱瞻基是朱棣的孙子，朱棣还有一个儿子，那大概是老二，那小子战功很会打仗，战功赫赫而且身体也好不像这个朱瞻基他爹，不像太子那么身体不好，是个估计是个糖尿病综合症，当了皇帝不到一年就死了吧。所以这个朱棣的孙子就面临着朱棣的另外一个儿子要造反夺他的权，所以这个朱瞻基从北京挥军南下，朝着山东境内，今天的是哪个县了？是阳信县还哪个县是他的这个二叔的这个封国，他在那儿走到快到阳信县，离着阳信县还有大概的一天的路程的地方，歇一会儿不走了，也累了，天黑了，就安营扎寨。那个寨子后来这个仗结束之后这个寨子变成了一个大镇子，很有名过去在共产党建政之前，那是一个就号称是很大的，和什么景德镇和什么很多镇很有名的一个镇，其实没那么大，但是确实是个大镇子我小的时候还能够到那儿赶集的时候买个包子吃，那个包子我操，搁着他妈几百米就闻到，哎呦那个香我后来再也没吃过那么好吃的包子说是姓张的张家的包子人家是祖传的，好几代人在那儿卖包子现在这些东西都不在了这个镇子也衰落了，也那个集可能还在，但是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我知道朱瞻基那个皇帝在那儿打过一仗就是马上就要发起总攻，马上就要到了这个他这个叔叔的营地了，隔着一天路程，在这儿不走了，派个人给他送个信儿，投降吧，投降我就不打你了结果真的投降了大兵压境他这个叔叔就是学他爹，因为朱棣抢了侄子的皇位这个小子也想抢他的侄子皇位，结果同样一件事在历史上学他就不成功所以你今天你要说习近平学毛泽东，用毛泽东的玩法搞个人崇拜，搞愚民统治把人民搞成他妈的大跃进，把树全砍了，大炼钢铁搞你妈的人民公社，大食堂这个能成功吧？不一定能成功。历史上同样一件事做成了，再换一波人，同样的情况，同样的做法，不一定有同样的结果。这个历史是不可确定的不可预测的。不是说历史不可预测，历史是可以预测的历史是可以搞明白的，未来根据历史预测未来是不能够预测的。所以说你今天根据孙中山推翻了满清，黄兴推翻了满清，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那个汪精卫炸了他妈的这个摄政王你根据这个你来设想一下，我们做一模一样的事能不能达到同样的效果，很难讲，谁也不能保证所以这个东西只能说走一步看一步。那么今天这些反共的人应该怎么反这个问题就涉及到，我看魏京生又在推特上受到一帮五毛的一个蒙面鬼的围攻逼着老魏对一些敏感话题发表意见，然后这些五毛就围攻，就像一群那个非洲草原上那个海因那个猎狗
去咬那个狮子一样，狮子虽然勇猛的啊，你来他妈的五十只猎犬、猎狗啊，非洲猎狗把你把狮子给吃了，最后老魏就这么个状态啊。虎落平阳被犬欺啊，就逼着老魏说一些敏感问题。你们说，你老魏又说了，又说什么啊？革命派，民运由革命派，由他妈的改良派，哎，这是扯淡啊！民运无所谓革命派派改良派啊，你如果是一个刚出道的小鸡巴孩子。你要这么说，为了虚张声势，为了哗众取宠引起这注意力吸点粉，你可以说一些过激的话，可以说一些傻逼话。你老魏这样的他妈大哥量级的说这个话，就是太没水平了啊，就是经不住推敲。真正今天啊，面临怎么跟共产党斗，怎么样夺得斗争共产党的这个胜利。把共产党给他推翻了，建立一个新的宪政民主普世价值的一个全新的制度，把这个事儿做成了啊，就这是考验你的领导力，这考验你的 leadership， 这个 leadership 这里面的学问可就大多了，那可就大了。我他妈的考察明朝这段历史，我一直是想搞明白朱元璋为什么是朱元璋，凭什么朱元璋最后胜利了，朱元璋的领导力是从哪来的，他做了什么事儿赢得了啊全国各地的义军啊推举他，当然也有不服的啊，陈友谅不服，灭了陈友谅，对吧，张士诚不服，灭了张士诚啊，还有谁不服，小明王也就没有什么实力了啊，啊小明王最后是被他杀了啊，这个是说涉及到，我看这个电视剧上有个解释说为什么胡文庸没有好下场啊，胡文庸也是啊，这个洪武年间，就是明朝刚建立很早的时候，胡惟庸是一个从革命啊，就相当于参加过长征的啊，从长征道路上一直到了胜利，他年纪比较轻，哎，当上了总理啊，啊，当上了宰相，那么最后朱元璋要把他干掉，要灭了他，要杀了他，啊，要，那为什么要灭了他呀？啊，当时胡惟庸是在宰相的任上，啊。那么后来把胡惟庸灭了之后，宰相练干脆一这个皇帝一道命令，从此之后大明朝不得设宰相，没有宰相，没这个职位，相当于现在习近平把国务院撤掉，没有国务院，李克强抓起来，就是这个意思啊。他这个皇帝一拍脑袋就来了嘛，啊，我上一个视频提到啊，没展开讲，其实。在朱元璋之前，他都是有宰相的，丞相、宰相啊，啊，相当于国务院总理吧。好多实际的事务啊，尤其是些相对不太重要的事啊，非常具体的事，哪哪儿黄河决口了，啊，去怎么赈灾，怎么把黄河修复，这是非常具体的事，不需要皇帝啊，皇帝发个这个罪己诏就可以了，下一个命令赈灾，拨多少粮食啊，具体事宰相来处理，这是自古以来相当于现在这个国务院，相当于李克强啊、李强这个位置啊。那么就是在胡惟庸这个任上，中国历史、中国的政治最高层的政治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撤掉宰相，所以明朝是后来没有宰相啊。清朝也继承了明朝的这个政治啊框架，这个官僚系统，清朝也是没有宰相的，那这怎么干活啊？怎么弄啊？那他妈的这个啊，皇帝自己御批啊，皇帝累得要死啊。所以到了明朝的后半截，明朝后半截的皇帝最烦的就是批这个御折，这个折子啊，就是他就不爱上班，他的正常工作他最厌恶。所以后来这些明朝的皇帝后半截啊，他270多年，276年嘛。后来150多年的皇帝都是要不就是做木匠活，要不是发明家。大家注意啊，明朝有一个皇帝是发明了牙刷，人类第一个最早发明牙刷的是明朝一个皇帝啊，明孝宗啊，这是个非常优秀的皇帝，这个据说是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独一份最好的皇帝。好在哪里呢？第一，他这个爱情生活比较坚贞，他只娶一个老婆啊，没有那个乱七八糟，就是一夫一妻
这个我看油管上有很多人在谈这个做的节目，强调他是一夫一妻啊，又说这个人不好色啊，这个那个的。后来有人又挖出来，但是也不是啊，他是想啊，也是想纳妾的，这多弄几个妃子，怎奈啊，他爹刚死了没多久，那就是给他爹守个孝啊，就说三年之后再纳。结果没想到这个他这个皇后啊，张皇后啊，啊，明孝宗的皇后叫张皇后。这个张皇后是一个非常霸气的，是个不行，有点像现在这个河东狮子吼一个母老虎一样，把这个皇帝也捏着啊，他把皇帝完全控制啊，皇帝的性自由都不属于皇帝本人，这个是明朝明孝宗啊，这个人是啊，所以他的全部精力都用在发明创造啊、治国呀、安邦啊、啊开民主讨论会啊，注意他的民主素养非常高啊。明孝宗的民主素养非常高，他治国的话都是早上上朝来讨论问题，中午休息去吃个饭啊，然后下午还上朝，这是中间吃饭的时候午餐会，哎，大臣继续讲，全是议论时政，所以让这个文官啊，让那些全国各地考上的那些状元啊、进士那些文官，特别感觉到心情舒畅。当然不是像毛泽东那个狗操的说搞羊毛啊，你今天说的那个你批评我的话我全给你记着，给你算什么呀，这个明孝宗是绝对有民主修养，比华国锋不差，哈哈，很厉害。你看早晨上完了朝，吃饭的时候午餐会继续讨论，下午继续正常上班，又是讨论国家大事，然后吃晚饭之前再来晚餐会。你看看，我说这个，所以中国历史上有人算下来大概有几百个皇帝，这是独一份，一夫一妻，然后民主素质特别高，言论自由，也就是国家大事一概讨论，你们文人有任何想法，充分表达你的言论自由啊，咱这是国家大事，咱讨论都是公务公事。所以说这个明孝宗的这个民主的这个啊，这个风范啊，它直接影响到后来。到了明朝末年，大家知道的有一个特别有名的一个人物叫海瑞啊，咱们知道海瑞罢官啊，海瑞罢官这个事儿啊，直接导致了文革啊。有人你要写文革历史，你没有办法绕开这个姚文元写了一篇《评海瑞罢官以及他的反党的本质》，为这个啊，想为这个彭德怀翻案啊，人这个明冤叫屈，这怎么行啊？这个实际上是个冤假错案，因为这个作者写海瑞罢官这个文章的时候呢，彭德怀彭老总还没上庐山的，还没跟老毛搞起来的，所以是应该是1969年吧，海瑞罢官是1965年啊，文革之前啊，应该是1965年的早春，毛泽东不知道哪个筋搭错了，他可能也看到这个明史啊，看到后期明末的时候，看到海瑞的时候感动了，哇操，说中国古代的这些文人啊，这些官僚还有海瑞这样的胆儿大的啊，坚持原则啊，也严格按照法律办事，跟皇帝顶，坚决批评皇帝啊。那海瑞批那个嘉靖皇帝那个力度比彭德怀批毛泽东那力度高好几个楼层啊，那彭德怀根本不能跟人家海瑞比。所以这个事儿呢，就让这个文人呢，当时北京市的副市长，吴晗把他写出来啊。这个事儿，毛主席下这个命令的时候，还没到庐山去开会，彭德怀还没有跟毛泽东写这个万言书，所以这都是彭德这个后来啊，这个姚文元这个家伙，这纯粹是扣帽子打棍子，文革的那个捏造啊，就是造谣，跟郭文贵一模一样，跟赵岩赵大家这一模一样，跟那个曾小鬼吃屎的一模一样，跟他妈一耗子这个傻逼是一模一样，扑风捉影，乱扣帽子，跟你妈这刘刚大师是一个鸡巴毛德性，就是污蔑人。所以文革的，你要讲文革的起源触发点，必须得讲到姚文元这篇文章啊，评论这个海瑞罢官。那么绝大多数99%的人就不知道海瑞是干嘛的了。海瑞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官儿啊，他就是个相当于现在的纪委吧，专门挑刺儿的啊，专门做监察工作的，专门啊有不平则鸣，而且他可能是受到了这个啊早年他的搁着好几十年吧，就是那个明孝宗受他的影响。啊，受弘治皇帝啊，弘治年间有一个明孝宗，在他之前啊，
啊，就是就讲究没事是皇帝杯啊，这赐宴你们吃着饭聊天，有意见提，所有的对我有意见提，这华国锋后来也有这个风范啊，对我有意见提啊，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要做诚臣啊，诚实的批评我，这是有助于我改正错误啊，这是帮助我这是增加见识啊啊，就这个明朝就是独一份，这个历史上没有这样，李世民大概也达不到这么高的境界，那就相当厉害。所以后来嘉靖是受他，我判断嘉靖那个精神到了嘉靖年间啊，碰上了这个海瑞，满朝几百个官员，也就是海瑞独一份，其他的官员都他妈心里明白不敢说，就跟现在习近平身边的这些智囊啊，这些官员啊，这些李克强，这些家伙们脑子里肚子里清清楚楚，习近平是个傻逼。习近平现在啊，支援乌克兰，支援俄罗斯打乌克兰，对于这个侵略战争不加谴责，还想在世界上出个老大，还你妈的这个啊，还想在这个啊俄乌战争当中还想去做一个调停人，笑掉大牙，他妈的小学生的智商都不有，你以为中共这些官员不懂啊？都他妈懂，没有一个给习近平指出来，还让这个王毅啊，还让王毅到莫斯科去认认真真的去跟人家普京总统做会见，还要谈一谈我们习主席啊，习总书记要来拜访您啊，呵呵，我操，假戏真做，我他妈看的乐死了，我操，这就是非常荒唐的那个情况，这就是任志强先生，任志强这个范儿有点海瑞那个范啊，实话实说啊，你就是一个光屁股的一个孩子嘛，你还冒充皇帝，我靠，只有那个小孩任志强，就是那个小孩指出了皇帝没穿衣服，习近平你没穿衣服啊，你是个傻逼，你是个纯傻逼，其他人都说哎呦皇帝的衣服好啊，习近平习主席你这衣服太漂亮了啊，所以海瑞是明朝末年，海瑞后来啊，这个他是因为海瑞不是贪官，首先你今天的这个中共这些官员哪一个人敢说自己不是贪官的，海瑞就说我不是贪官啊，我就跟你皇帝啊，我做一个啊，这个我做一个，实际上是那个就是唐太宗李世民讲的这个疾风失尽草，板荡失成臣，疾风之尽草，板荡失成臣啊，李世民是号召鼓励他的大臣做成臣，诚实的看到什么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啊，我他妈的我宰相肚里我比宰相还大，我他妈你说什么我都能接受啊，咱认真讨论，别胡说吧，别跟郭文贵那样瞎鸡巴编瞎鸡巴乱造啊，满嘴跑，别像赵岩赵大将军的满嘴跑火车，别像你妈的一耗子一样满嘴吃屎，别像他妈刘刚大师他妈的凭着幻觉做逻辑推导，逻辑的起点是幻觉，逻辑的推导是严密的啊，这个推理，那你妈的扯鸡巴蛋啊啊，这个所以到了这个明孝宗弘治皇帝，你们去研究这个人值得学，他的那个风范啊太值得学了，但是很可惜他也是不长寿。所以明朝的皇帝啊，可能这个基因出了问题，自从这个朱元璋的基因应该是很好的。啊，朱元璋生了20多个儿子吧，都还可以啊，后来是夭折，是因为被这个处死的啊，或者战争死，那个不算啊。到了朱棣这一支，他这孩子们从他的儿子开始，孙子重孙子下这一支都不长寿，20多岁就死，30多岁就死。当然有的死呢是有原因的啊，是可以解释，有的不能解释。有的死呢是因为他是不愿意上班，不愿意上班是赌气，不是说他不愿意当皇，他愿意当皇帝，但是呢他当皇帝呢受到了很多的制约。你看我们现在讲宪政民主啊，习近平可能还理解不了，其实中国自古以来的皇帝也不是随心所欲的，在有些事上啊他随心所欲，他一道命令就得改，但是也有很多事大臣啊，也就是这个官僚系统啊，是给他加了各种制约因素。你比如讲啊，大家最知道最清楚的万历皇帝
万历皇帝这个墓啊、这个郭沫若下令把万历皇帝的这个定陵给他挖了啊，万历皇帝是尸骨扬尘了，被红卫兵给烧掉了。万历皇帝他不上朝，他也是好几十年不上朝，他不上朝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他立，这涉及到立太子选接班人，他喜欢有一个妃子，他特喜欢那个妃子生的孩子，他当然喜欢嘛，他觉得跟那个孩子亲，想立那个孩子。可是呢他上面还有一个哥，那哥是嫡长子，那可能还是皇后生的，那岁数比他大，又在前面也没毛病，也挺好，一切都很正常，你凭什么不让哥当啊？那按照规矩，按照潜规则啊，不是潜规则，是按照规矩啊，那个是正明规则啊，按照明规则是应该那个人，那就只能让当嘛。然后这个万历皇帝就想，能不能把找个理由把他撤掉，撤不了啊，有很多因素限制你不能换。所以他这个感觉到他这个，我这个皇帝他妈这个废物，我自己最心爱的小儿子想让他当太子都当不了啊，所以他我不干了，我不上班了，你们谁管事，你们干，让太后不是意见大，让太后去管，太后管不了，太后家的舅舅啊就是外戚干政了，然后太监干政了，然后他的这个他的老师干政了，这就是这个鸡巴毛的事儿，这就是明朝，你要看到明朝后面这些问题，其实就是宪政民主没搞定，一开始这个宪法真正的这些规矩依法办事没搞定，这个法律没有确立的非常完善，虽然说出来了啊，这个海瑞这样的啊一根筋非要按照法律按照规矩来啊，我要是可以，我看到你皇帝有问题，你怎么不上朝，怎么还是啊这个全国人民的这个父母啊，你天子，你是我们全国全体人民的这个父母啊，啊全体人民都敬着你，仰着你，这个尊敬你，你怎么都不管我们的事儿呢？啊，大臣的折子你都不批，好几年都批不下来，你怎么行？你皇帝有错，你要下罪己诏。皇帝说：“我他妈宰了你！”啊，当时一想，我也不能宰啊，所以搞的这个，我看电视剧拍的很精彩啊，不一定是真实，但是那个意思表达出来了啊，就说明朝的时候是有规矩的，很多事儿有规矩。如果有一些大臣当官的啊，像海瑞这样的不识相，情商低，一根筋，坚持原则，坚持真理，你非得批评皇帝。你要是碰上这个皇帝脾气好，不像毛泽东这样，不像习近平这样，那嘉靖皇帝脾气就好。嘉靖皇帝最后是炼丹啊，他是一个伟大的化学家，伟大的修炼家啊，吃很多丹，达到了很高的境界，痴迷啊啊，就是最后一想，他几次就想把海瑞杀了，他一口气一个命令就杀了嘛，不能杀，哎呀呀，不能杀。最后呢把海瑞给抓起来，最后让他的儿子继位的时候啊，这都是帝王术了吧，让这个儿子呢把海瑞平反昭雪啊，然后儿子的名声一下就好了，他老爹死了，他老爹是个昏君，死了嘛，那昏君就昏君吧，一这个把老爹的名声啊搞臭，凸显新皇帝的伟大光明英明啊，这就是华国锋，其实他当时就没有走这一步，华国锋如果想办法当时对于啊这个批判毛泽东采取主动策略，自己成立一个100人的这个社会科学家专家小组，专门研究毛泽东的错误，以及我们怎么样从毛泽东的错误当中吸取教训，自己取得主动权的话，这就是帝王术之一。但是华国锋他不，这个是个厚道人，他不愿意用这个帝王术。后来邓小平帝王术玩得很溜，今天的习近平是帝王术愚民术的大家，他玩透了，他这个段位太高了，这古代都是这样的啊，他老爹快死了，嘉靖皇帝快死了啊，跟这个海瑞死磕，然后呢还好没把海瑞给剐了啊，所以留给他儿子，他死了之后他儿子继位，赶快把海瑞请出来，哎，你也是一个大神啊，所以海瑞有什么贡献，贡献还挺多的。咱们今天上海这个黄浦江就是他挖的，本来黄浦江啊没有那么大啊，也只是一个小支流，后来为了解决
长江水患的问题，它起了很重要作用。今天的上海黄浦江就是海瑞带头亲自啊下命令，就是疏通了这个，就是扩挖了挖深挖，这个就是今天黄浦江的情况。如果没有黄浦江的话呢，后来老外外国人看中这个地儿，不一定在选在上海这个位置啊，也可能选在南通那边啊，也可以选在北边嘛，对吧？这个崇明岛以北，借在崇明岛和这个南通这边，也可以建成一个很好的大城市啊。其实崇明岛也可以建成一个伟大城市啊，就有点像纽约的这个曼哈顿嘛。那么当时崇明岛盖房子可能没有人家曼哈顿这个地理条件优越啊。曼哈顿是一个大石头啊，花岗岩，底下可以盖，你盖多少高楼都没问题。咱崇明岛挖下去都是烂泥滩，是长江啊，就是应该挖下去。这个现在有啊建筑打地基的技术，我认为现在可以了，现在可以把崇明岛建成曼哈顿这个岛，现在也是可以。当时150年前、200年前，大概啊，外国人、洋人到这儿来勘察地形，一看崇明岛不行，这个地儿盖不了大，盖个两层楼的小楼还可以，你盖他妈100层的帝国大厦，那悬是吧？啊，但是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啊，海瑞有很多的贡献，这些贡献今天都是啊，都可以，我还希望有机会还去考察一下。肉眼考察一下，这是我最近的一点心得啊，就说讲到了明朝这个朝代的建立，为什么是朱元璋，他有什么过人之处，他做了什么事儿，赢得了最后全国人民对他的拥护，接受了他的统治啊，这个朝代还挺长啊，270多年，这个是很厉害的一个朝代。其实明朝的时候，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位置相对比较的话呢，明朝的位置还是 number one 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啊，军事能力也是相当厉害。在明朝确立之前是蒙古人的天下，整个欧亚大陆是这个蒙古人走啊，这个是横扫。那么是明朝的这个建立把蒙古人打回漠北，打回今天的外蒙古这个地方去，打回贝加尔湖，追着打啊，这个很厉害。但是这个提醒一下啊，这个蒙古人的元朝从来没有被明朝灭掉，所以这也是很奇怪的一个啊。也就是说，不管是朱元璋还是朱棣还是朱棣的后代子孙，他们从来没有拿到元朝的那个玉玺。你把一个朝代推翻，最大的标志是要把玉玺。你今天毛泽东把老蒋打到台湾去，那老蒋没有失败啊？为什么？中华民国的那个大印，毛泽东没拿到，没有结束战斗。元朝和明朝也是这个情况。后来这个事儿是怎么解决的呢？后来明朝就是，它是将近300年的这个朝代嘛，那么到了150年之后，就开始一步一步的走下坡。走下坡的时候呢，对于东北这边的控制，对于辽宁、吉林这边的控制就不行了，啊，被满族人、被后金、姬乌珠的后代，被后金给崛起了。最后这些人，啊，这个是更靠东边这边啊，把蒙古人给降服了。蒙古人向满族人下跪称臣，交出了玉玺。所以说，为什么满族人那么点人，最后征服中原，他妈理直气壮的？为什么？其中有一个重要因素，他觉得天命就已经是归他的。每一个战士觉得打这个仗，这肯定是建功立业，我杀的汉人越多，我的后代子孙越兴旺发达。为什么？我是个必胜的一个，我是响应天的号召，天命已经归我们满族了。我们已经从蒙古人的手上拿到了元朝的玉玺，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这个因素咱们的教科书里估计是避而不谈，啊，这模糊化处理了。我讲的是比较接近于真实的。所以说，这个蒙古人最后他没有向汉人彻底臣服，蒙古人是向满族人彻底臣服，
把玉玺，把元朝的这个朝代的国家的最大的那个印章，代表权力那个印章，拱手交给了满族人。满族人是拿着元朝人的玉玺横扫中原，然后最后也夺得了，应该是夺下了明朝的玉玺。所以人家满族人虽然是个异族，但是统治汉人他是理直气壮，合理合法，他有他的道理啊。所以他是气很足。明朝人就仗着都是汉族人啊，我们建立的是汉族人政权，汉族人也不太追究这个事。另外你追究非得说追着蒙古人打，一直打到北极，把蒙古人彻底消灭，彻底降服的话，那个国家的财力不够啊，国家一直内部有矛盾，一直存在高层的权力斗争。他这个继位啊就跟习近平现在这样，这个接班人的传承啊，他搞不定。习近平也碰到这个问题了啊，没有办法确立接班人，这是一个政权最大的隐患。一个政权一个朝代的结束，往往是从这个接班人不能够正确确立，然后民间产生分歧，高层有分歧，然后各种阴谋家，各种这个革命家，各种谋略大师全部都来啊，都来干预这个事儿。过去我们的古人讲这个天时地利人和三件事啊，凑齐了就可不是不简单啊，三件事不够，至少得100件个因素，100个因素凑齐了啊，这事就完成了，就完成了习近平政权的彻底灰飞烟灭啊。那新人冒出来，能不能冒出一个像朱元璋这样的啊，有一定的谋略，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有一定的情商，有一定的高瞻远瞩，而且关键是会玩人的，会用人呢，啊，咱们中国人相信的是，政治胜利的一方，最后那个胜出的人一定是会玩人的人，一定是情商非常高，能够让敌人化敌为友，能够让过去跟你捣乱的人来给你打工，替你干活啊，你去给我冲锋陷阵，啊，明朝是做到了啊，著名的典故。啊，朵颜三卫，大家搜搜朵颜三卫，他们也俘虏了一些蒙古的军队，给他们很好的待遇，你给我打吧，你去打蒙古人。注意啊，明朝的人把这个元朝的军队给他俘虏了，都是蒙古人啊，都是骑兵，优秀的骑兵，俘虏投降了吧，你弟愿意不愿意给我们明朝打仗啊，待遇很好，华姑娘打打地，金银财宝打打地，你们去当猛奸，去杀其他的蒙古人，干力还是不干？朵颜三卫就是非常著名的朵颜三卫，就是干，好，有花姑娘，有金银财宝，谁不干是傻瓜。哎，所以这个朵颜三卫在投降明朝之后啊，是一支劲旅。他最后出名是朱棣夺他侄子的皇位的时候，哎，朱棣用了一个手腕啊，把这个朵颜三卫给控制了，然后挥师南下往南京打啊，这是朱棣的真正的有实力的军队。这支军队后来也造反了，造反啊，觉得可能是军饷不够啊，或者花姑娘不够，或者是金银财宝不够，反正是造反了，不愿意干了。一造反，结果被这个朱棣一声令下，痛下杀手，全部给他灭了，基本上没几个活下来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典故，所以说你有的时候讲满清入主中原的时候，有很多明朝的将军啊、官员啊投降啊，这也正常。大势已去，再坚持抗清有啥意思啊？啊，就是自相残杀了吧？啊，大清来了的时候统治不比明朝统治的差啊？实际上我刚才话不对啊，实际上是大清的统治比明朝统治要差得多。真正中国和世界拉开距离啊，就是在大清这一朝啊，丢死人了啊，丢大人了。但是大清也有贡献，满族人对中华民族是有贡献的。他的贡献就是他通过驯服蒙古人啊，把蒙古人控制的这些地盘全部作为嫁妆纳入到了中华的版图。所以你现在打开中华民国的老地图啊，甚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图，它在长城以外是有版图的。那么在明朝人的观念里面，版长城以外基本上就没有了，他就守住长城就可以
啊，有的时候呢守不住呢，我就用经济制裁的办法，我给你打贸易战啊，我不跟你做生意了，我把通关给你关掉，蒙古人想买我的东西我不卖给你啊。明朝制裁蒙古人和今天美国制裁中共一模一样啊，所以明朝都干过啊。为什么现在美国决定啊在芯片上制裁中共啊，就是搞死你吧，这叫经济战争啊，在明朝是最擅长干这个。明朝玩得很溜啊，就是要把蒙古人把他们打回石器时代。我们中原是最大的，那个时候明朝的经济地位相当于今天的美国，那么蒙古人的经济地位相当于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明白吧？你这中原人想吃点羊肉啊，吃个东来顺啊，吃个牛肉啊，那我估计你得从外蒙古买啊，蒙古有啊，那咱汉人不会养啊，没这么多草。但是你要想享受一点啊，中原这边的奢侈的啊消费品，他蒙古人他造不出来啊，他只能是要从这个中原来买嘛。那明朝就制裁他，贸易制裁，就困死你，我油也不卖给你啊。所以导致这个蒙古人几次来犯，有的说他妈的，我好好给你求着你买你东西，你怎么不卖给我呢？你要马，我给你送匹马过去啊。那个土木堡之变，就是因为蒙古人送了一匹马来啊，大概是交换点东西吧，我给你一匹马。然后这个太监王振一说，太监王振想可能从中间敲打一点东西，马不行，不合格，退回去。蒙古人说，我那不走不合格啊，我他妈的，我蒙古人是讲信用的啊。后来有人评论，我看很有见解，说中原人和蒙古人如果发生了生意上的纠纷啊，一个交易产生了误会，或者有各有各的说法谈不拢，正确的解决办法是什么呀？啊，那当时明朝就打仗啊，御驾亲征啊，明英宗带着50万大军御驾亲征啊，结果被人家全军覆灭啊，皇帝都被人家俘虏了，这是他妈的中华历史上最丢人的一件事 ，Number One 丢人就这个事儿。后来这个明英宗当了汉奸，后来明英宗还有复辟，我操，把他妈的大功臣于谦给杀了，这就是太荒唐了，这明朝是非常荒唐。后人评论说，这个事儿正确的解决是怎么解决，你们知道吧？值得大家这个推荐哈。正确的解决，喝酒。你跟北方人，你跟北方人打交道，管你是跟后金呐、满族啊、蒙古啊，只要是长城以外的这些人都是，任何纠纷，不是打，你打的话，那就他跟你拼了，啊，就两败俱伤。喝酒，啊，酒到了，喝够了，喝足了，这事儿了了。你说我的马不合格，我再给你来，我有的是马，我再给你弄一匹来，这匹我不要了，你们吃肉。蒙古人有这个豪气啊，但是你要跟他打仗，你逼着人家认错，那这个事儿就复杂了。所以这个大明朝啊，那些当官的呀太傲慢了，那些太监、皇帝身边这些工作人员啊太傲慢了，没有情商，不懂政治。不了解北方民族的民族特点，据说今天仍然是这样。你跟北方人做生意，你跟蒙古人、外蒙古的生意伙伴做生意，发生点纠纷不愉快啊，或者是欠钱讨钱，你得把他喝足了，这事儿就解决了啊。所以这个跟北方民族打交道，动武是最不应该的。啊，历史上的教训就是明朝啊，早期有一个皇帝，这个是应该是朱瞻基的孙子，这小子是朱瞻基的，是儿子还是孙子啊？朱瞻基的俩儿子，哎，这个朱祁镇、朱祁钰，这个朱祁镇当皇帝的时候，人家蒙古送了一匹马啊，这个皇帝身边那个太监叫王振，他说这些马有问题，不行。其实王振可能就是想敲诈一点乐索贿啊，结果蒙古人不懂啊，不会中原的这个腐败的政治文化呀，不懂上点贡啊，不懂，最后谈不拢，打起来了。那蒙古他妈的这急性子嘛，你酒也不让我喝，大
老远把马给你送过来了，你横挑鼻子竖挑脸儿，我觉得这马这不错呀，你愣说又不合格，妈的，我他妈得教训你，打就打起来了，哎，就把大同给攻下来了。那蒙古人攻下一个城市来，那里边的那个金银财宝、美女全抢走，那肯定是这是他的标配吧，就是这么个弄。这个事报到皇帝那儿，皇帝当然暴跳如雷了，我大明是世界经济啊最大的第一把啊，这世界经济共同体的这老大，你敢欺负我啊啊！我爷爷是多么的光荣，我爹是多么的厉害，我老爷爷是怎么着我着我祖上光鲜亮丽啊，就有点像习近平这样，我毛泽东啊比我爹官大，毛泽东多厉害，小美国人你200年历史啊，你还想欺负我，不把共产党放在眼里，你忘了我在朝鲜战场怎么修理你了吗，来一套风言风语，结果御驾亲征的明英宗朱祁镇带着50万明军去打，人家只有三四万人，有人说3万，有人说5万啊，瓦剌那边，结果被人家全歼，这他妈的后来明朝人啊，这历史上都根本说不清楚，怎么50万人是怎么样被人家3万瓦剌军队给彻底消灭的？你光砍头，你砍50个人头，累不累啊？累死你啊！只能说明朝军队把这个武器一扔，把头伸上来，砍我头啊！你有本事砍我头，人家啪咵啦一刀把头砍，只能这么砍。太丢，这一下把大明朝的这个元气给卸了，这个国家从此之后成为一个，所以说他的这个这就涉及的一个合法性，就是人民不把明朝这个皇帝这个政权当回事，没有办法聚集爱国的那个志气，这就是国格自我矮化，就是没有国格了，这人的话就等于丢，作为人皇帝没有人格，作为国就没有国格。后来清朝灭亡的时候也是类似的经历啊。今天习近平正在走在这条道上，我们已经看到端倪了啊。啊，就扯了一大堆明朝的事儿。你们要是没有看相关的资料啊，或者是甚至电视剧也不看，你可能也听不懂我说什么。听个热闹吧。啊，今天这个俄乌战场上的事儿呢，这个大事不断啊！我上一个视频讲到这个啊，拜登啊突然访问乌克兰啊基辅啊，光听全世界为之鼓掌。但是我不理解的是，为什么没有人提那一天是个什么日子？当然了，大家说是纪念这个纪念。注意，今天24号，2月24号是。俄乌战争就是俄罗斯普京侵略乌克兰1周年，这1周年呢，这个焦灼状态现在还是个焦灼状态，但是我觉得已经看到胜利的曙光了啊！这个普京的战略目的没有达到，远远没有达到啊！普京的俄罗斯的军队暴露了他的巨大的问题。现在就是大家僵持着，就是俄罗斯的经济还能撑多久，看看习近平舍不舍真的给他点钱啊，肉包子打狗，再让这个普京再坚持几个月啊，就是把中国人民的钱给普京啊，免费给他提供物资，给他提供弹药啊，支持他打，再撑下去。那么他们耗的是自由民主阵营、北约和美国民心啊，因为这些国家也是要掏钱啊，大炮一响，黄金万两，这些钱都是美国，这个北约的国家的人民纳税人在撑着，看看还能撑多久啊？生活的压力在提升，物价在提高啊，经济困顿啊，这个能源紧缺，还得掏钱，掏钱去支援。乌克兰的战争啊，这场卫国战争啊，乌克兰是自卫卫国战争，要这个把这个侵略军赶出去啊，这是正义的战争。这个志气到现在为止，西方自由民主阵营还是非常足啊，没有任何犹豫，包括这个拜登到亲自到
前线作业，那个地方没有美军驻军的。有人后来又举了例子说啊，历史上哪哪个总统也到了前线去了，对，那是到了美军驻扎的那个前线。这个和到乌克兰不一样，乌克兰里边境内是没有美军的啊，这个是不一样，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啊。拜登也确实豁出去了，这老人是厉害啊，我没想到他们玩的这么漂亮啊，确实很厉害。其实那天还有一个重要的日子，美国总统日啊，美国总统日这个英文的拼法一般人也说不准，因为他设计一个 President's Day 复数，复数上面还有一撇，那个点放在哪里，那很有讲究，一般的啊美国的中学生理解不了，这有争议，你们自己搜索 President's Day 正确的拼法是什么啊，有争议啊，实际上连美联社这样的大媒体都混着用了现在啊，但是确实在二月份第三个星期的某一天是总统日，这个是从纪念乔治华盛顿他们的国父啊，立国国父啊，纪念他的生日确立下来的，慢慢的确立，从林肯的时候提出来，又到了现代啊，这个上个世纪吧就开始把它固定下来了啊，就是不仅仅是纪念华盛顿一个人的生日，华盛顿个人的生日应该是2月22号这一天。但是现在呢它是改成一个每年浮动啊，差不多是在有的是19号、20号、21号、22号、23号、24号都有可能啊。今年你得搜搜今年的这个总统日是哪一天。但是拜登就是赶着这个日子啊，就是让全世界都知道我是美国历史上最牛逼的总统啊，他做的确实漂亮。这个给他加不少分啊。然后普京也做了这个国情咨文，那你看普京虽然是个假民主啊，他是个实质的独裁，他也学着美国搞国情咨文，这一点习近平细胞子这个二杆子小学生博士啊，他更假了，他连这个形式都不搞了。习近平什么时候学人家普京，拿出一个半小时来跟全国人民耐心细致的讲一讲咱们这个动态清零，我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一开始把你们关在家里边啊，然后清零，这么突然有一天我他妈的脑筋大转弯，我就不管了啊，你们啊早阳啊，早阳早早死早脱服早他妈的群体免疫，我这个心路历程是怎么转变的呀，啊是受了黄万盛那个哈佛退学教授黄万盛的影响啊还是受了李鸿宽啊，老给他举例子，政客脑子是可以180度转弯的。举的例子，全人类都知道，就是尼克松。尼克松这个老小子在50年代朝鲜战争还没结束的时候，他当副总统，他是坚定的铁杆的反共派。尼克松后来1967年，他在香港认识了一个华人的女朋友，啊，英文叫 Mariana 刘 ，L-I-U。这个刘实际上不是刘，不是毛鸡刀这个刘，实际上是廖仲恺的廖，廖耀湘的廖啊。我一直啊请教各方面，请教台湾的情报部门的朋友，我说他妈的这个麦安的刘是谁啊，就是尼克松的这个老情人老情妇，在香港他俩认识的，他俩这个啊谈恋爱没多久，尼克松的脑子突然间就变了，他对于中国共产党这个政权的性质的看法彻底改变，就是感觉应该就是我们封锁中国，那就不是围剿中国共产党这个邪恶政权，而是对不起14亿中国人民。那个时候没有14亿啊，那个时候可能是5-6亿6-7亿啊，1967年中国的人口大概有6亿吗，啊他那个时候改成换一个说法，说我们在经济上围困中国围堵中国固然是啊，这个围剿中国共产党这个邪恶政权，但是我们也没有办法把他弄死啊，饿不死啊。可是六亿中国人民成为我们经济制裁的受害者，中国人吃不饱饭啊，中国人民活活饿死人呐、啊。咱们美国有这么多粮食，不跟他做生意，这个人道上解释不通啊。哎，所以他换了个角度，所以尼克松从1967年。彻底啊，反共的态度政治立场彻底改变啊，这1967年他在外交事务杂志上
专门写了一篇文章。那个时候他交了一个女朋友，女朋友的名字叫 Mariana Liu， 啊，这个 Liu 正确的翻译汉字应该是姓廖。这个女士受到 FBI 的反复调查，这个啊跟踪，最后 FBI 对于她的身份没有结案。啊，这个廖姓廖啊，廖仲恺的廖，啊，不是廖耀湘的廖，啊，廖耀湘的廖，啊，这个我为什么突然之间想到是廖呢？我认识一个朋友叫廖大文，他姓廖，他的英文就这个姓就拼成刘 Liu， 所以说这个广东人那边啊，他们会把这个廖耀湘的廖、廖仲恺的廖拼成英文的刘 Liu， 所以这个是一个小常识啊，小贴士。但是据我了解到，尼克松的那个老情人那个女士姓刘。后来大概是死在美国的洛杉矶，她是一个姓廖的一个女士。她说她的老爹是国民党的一个高级将军，后来啊，在大概是在北方打仗的时候，国共内战啊这个败了，她老爹换上老农民的服装逃啊，从大概是从东北一直逃离东逃到我们山东的时候，被共军追上了，啊，据说共军用大刀片把他老爹的头给砍下来的，所以他老爹算是一个国军的一个败将，一个逃兵，逃跑途中在山东境内被共军抓住枪毙，啊，或者是砍了头，啊，他是很悲惨，所以他得以逃离中国大陆，啊，他应该是国军系统的人，应该说台湾的情报部门对于这个女士的身份应该是清清楚楚，了如指掌。但是我就是找不到人愿意跟我谈，我这个情报网不够大啊，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到底叫廖什么，这个女士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所以大概不是共军的，这个姓廖的女士大概不是共军的特务，会不会是国军的特务呢？不好说啊。但是他和尼克松这个政治立场，尤其是对华立场、对中共政权的立场的180度大转弯，应该有直接的影响。这是我领光的一个推测啊，希望小年轻的你们有精力可以做一个博士论文来论证一下尼克松这个政客是什么因素导致他对中国这个看法的根本性的改变。就是政客的思维是可以改变的，这就应验了我们佛家讲的那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你昨天是一个杀人狂魔，你习近平啊，你胡锦涛啊，你温家宝，你们可以抓捕709律师，你们可以啊逮捕刘晓波这样的民主义士啊，这样的知识分子，把他们关到监狱，把他们弄死啊，你固然是犯罪，但是如果你哪一天醒悟了，啊，你愿意帮助中国人民在推翻共产党、建立宪政民主的这个大业当中做一点点的贡献的话，你可以立地成佛，啊，这条道路是畅通的，这个门没有人能把习近平立地成佛的这个一线生机给他切断，所以说习近平也有可能在政治理念上发生顿悟，啊，可以学这个啊尼克松嘛。当然了，没有压力他是不会发生顿悟的，顿悟来自压力。我小的时候看了个日本电视连续剧资三四郎被坏人打败的时候，他都是找那个老和尚去求教，我怎么办呢？我这么倒霉的啊，我这个我这不行啊，我是一个 loser。 他那个老和尚师傅就拿出那个一个木鱼啊，那个敲木鱼吧，突然之间敲他的天灵盖，咔，悟性就在你的脚下。这个时候有的时候呢大部分时间不管用，有的时候自算四郎一激灵啊，一下就悟出一个道理了啊，原来如此简单啊。习近平就迫切需要这样的人来给他当头棒喝啊，需要海瑞这样的人当面指着习近平，你就是那个没穿衣服的皇帝啊！
这个小孩，第一个小孩是任志强先生，任志强先生被习近平一怒之下判刑十八年，正在坐牢啊。任志强是好样的，任志强也是我们山东人啊啊！按说你他妈习近平，你祖上，你母系的祖上也是齐国人，你怎么这么狠心对山东人呢？你的老婆，你的太太彭丽媛女士也是山东人啊，你怎么就啊？你这个，我建议你找个理由把任志强给放了吧，找个理由，随便找个理由把他放了啊。任志强也七十岁老头了，你这他就是有点学海瑞啊，就是公开批评你。问题是人家批的对，那人家是。以后任志强现在在历史上他是一个正面形象，你习近平这个路子走下就是一个小丑，就是全人类的笑柄。现在全人类，你看美国的媒体一讲到习近平都把他当笑料，都把他当笑料，他还想当仲裁者，笑死人。嗯，江志成说李鸿宽点评一下齐心遗嘱，齐心没去世吧，我没注意到这个齐心去世啊，别揍人家啊！不是，齐心女士应该还在吧？你们要是造谣的，我不反对造谣啊，我本人不反对造政治上的谣言啊，但是你要有水平，像你这个水平太差，这个。这个我们刚才讲到明朝啊，这个元朝最后灭亡的时候是全国的人民起义，农民纷纷造反啊，一开始造反的时候啊，那个韩福通他们也是用造谣啊，也是学这个陈胜吴广的那些办法啊，这个鱼肚子里面放点什么这个谣言在里边啊，他们是用的是最有名的那个招数，用的就是咱们读水浒传，水浒传英雄排座次啊，不是公孙胜预先安排有人刻了个石碑，把英雄的名次排好了，刻在石碑上把它埋了，然后埋了之后呢，后来这个公孙胜做法啊，吴用做法，这他们喝完了酒，108个英雄都凑齐了，喝完酒之后这个排座次怎么排呀？啊，人的权威镇不住人呐，人必须得有更高的权威来镇住他呀，啊，你得搞点神神鬼鬼的东西，然后就是咔啦一道闪电在那个方向啊，那天降遗旨，天来了指示了，赶快去挖，一挖把石碑挖出来了，哎，上面108个英雄的名次，上天啊，这是36天罡72地煞，就是这个秩序，你们也别说谁服不服了啊，这就是权威性的来源。这个讲到领导力，讲 leadership， 讲到权威性，讲到 legitimacy， 你管我为什么挺你的，为什么他排在我前边啊，人搞不定，很难搞定啊。所以小说水浒传就用这么个段子啊，英雄排座次啊，这个天书啊，上天的星宿啊，这个是老天定好的，照着办就行了，你想逆天吗？你想不遵守天吗？不行。其实这个段子有原型，水浒传里这个段子的原型就来自元朝末年，他们啊，这是韩福通啊，是刘福通、韩林儿，他们好像是明教吧，是明教啊还是白莲教，是某一个教，这都是非常优秀的宣传人员，很会宣传政治谣言，很会造谣，就造了这么个谣啊，就说这个他也是挖出一个人来，在他正好修黄河嘛，黄河决堤，在那儿做苦力修黄河，在泥里边泥沙里面挖出一个石人来，这个石人只有一只眼，只有一只眼啊，然后有个民谣，小孩开始唱童谣了啊，大概是那个原话我忘了，大概就说挖出这个石头人只有一只眼，然后搅动黄河天下反啊，人民就造反了，这是天命啊，上天已经施出信号来了，要造反了啊，这是这个元朝末年人民起义是这么来的。其实啊，他们这些修黄河的人啊，是元朝皇帝的一个德政，
黄河决堤，黄河泛滥是大自然的天灾。那么作为皇帝元顺帝，是元顺帝还是元惠帝啊？就是元朝最后一个皇帝，统治汉人的最后那个皇帝呢，他是一个好皇帝，他信了佛教。这个咱们中国历史上也不怎么讲啊，他信了佛教，他已经不是原来蒙古草原上的那个啊，这个那个骑马的打仗的，不是那种人了，完全接受了中原的文化，完全接受了藏传佛教。大家知道藏传佛教有两支啊，有达赖喇嘛这一支，一个是噶玛巴一支，他信奉的是噶玛巴那一支，那第三世噶玛巴那个喇嘛，他信他，那他给他给很高的荣誉，想请他来亲自传授一下啊，请教一下，结果那个噶玛巴还端这个架，没有给他这个面子，他是真的信了佛了。你想一个信了佛的一个皇帝啊，人民有天灾，他说赶快赈灾啊，就拨粮食拨钱啊。当时呢有大臣给他出了个主意，说这个你看啊，黄河赈了灾，农田都淹了，也没活干，你给他这个拨了粮食吃了之后，他没事干也不好啊，咱不录啊，让他们去做点义务劳动啊，给他们粮食吃饱了之后呢，到黄河这儿背点沙子，挖点沙子，搬点石头，把这个水利工程做一做，也锻炼了身体啊，你吃得饱了，你不干点体力活的话，你还容易得三高的，对吧？这个其实是完全是非常善良的美好的愿望。结果这个就是在这儿出了问题了。习近平就不会犯这样的错误啊，习近平非常懂得愚民之术啊。当时那个皇帝因为心太善啊，就是说他把好几件不同的事揉在一起办是办不成的。你要想修这个河堤，那你该拨款拨款，该雇人雇人，该发工资发工资，该扶徭役扶徭役啊，正规的做法。那么你赈灾就是赈灾啊，老百姓吃不上饭，你让他吃饱了饭，你吃饱了饭之后，你就让他去该干什么干什么，你不能一方面啊，朝廷给你钱给你粮食吃饱了饭，你又去让他去修黄河，这不行。这个实际上人的本性就是这么贱啊。所以这个韩林儿他们啊，刘福通他们就在这些黄河啊，这个修黄河人当中在传播政治谣言，最后真他妈反了。这一反，全国人民全反了，到处都是造反的。我相信这个局面在今天的中国随时会出现，你们等着吧。我看有什么尖锐问题啊，今天。但是习近平可没有元朝最后那一个皇帝心善。注意啊，元朝的皇帝统治汉人的这个皇帝，最后一个皇帝，他信藏传佛教，这是一个重大事件，值得北大的历史系的博士生写那么一两篇博士论文出来。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之前，蒙古人大概是信的另外的东西。那他主张杀戮，他主张抢劫啊，就跟动物一样啊，没有这个被某种信仰所驯服。从那之后，从元朝之后，他们主动就归附了满族人啊，给满族人当这个啊，给就是配合满族人吧，让满族人当老大，然后他们跟满族的这个皇家呀、贵族也通婚，所以满蒙通婚呐、通婚好几百年，所以他这个血是混的。然后呢，也由于信了教，所以他这个杀戮精神就没有了，就文明提升了一下。所以今天蒙古人他就是正常人了嘛，现在外蒙古也是个民主制度，哎。所以说这个信教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藏族人好像也有这个问题吧，藏族也是在某一个时间点上信了佛教。本来藏族啊，这个吐蕃人啊，老是下来从山上下来啊，这个干预中原的政权啊，这尤其在唐朝的时候，这是个非常普遍的问题啊。
后来也是宗教问题解决的。我们未来宗教问题仍然解决不了，哎，这个共产党这些邪教，这个就是垃圾，没有任何留下来的东西啊，没有永恒的东西。佛教有些东西是永恒的，共产党想灭佛教是灭不了的。小米尔说，评价一下蔡英文总统可能访美的事儿，有可能啊，他现在条件非常好，他想来的话是应该是能来成的，能访美没问题。Wooden Hill 说，洪宽做一期探讨一下台湾的道义。台湾现在这些台独分子因为水平太差，他们不懂，他们也把老祖宗的仁义礼智信这些东西给丢了。他们实际上在文明程度上，距离美国所弘扬的这个道义啊、普世价值还差着很远。他们的人民呢也比较混沌。人民呢，由于他是言论自由，言论可是这些大 V 都是他妈共产党的五毛啊，都说共产党的观点，都他妈反美，所以搞得台湾人民的脑袋是乱掉了。所以我在一些聊天空间里碰到的台湾人啊，他们身上表现出来的那个丑陋的中国人的臭毛病都非常足，非常鲜明。所以说台湾过去这二三十年的民主化的过程啊，没有文明的提升，这个是个非常遗憾的。这个可能和这个李登辉先生主张七块论呢、去中国化有关，因为这个他们对于中国的这些民主人士是排斥在外的。你像王丹这样的、魏京生这样的量级到台湾都没有发声管道啊，人家就给你赶走了，礼貌请你走，王丹你去斯坦福进修吧，魏京生先生请你，我给你点小钱，你赶快走吧，你说话不方便。所以这个台湾人是吸收不到中国大陆人民所悟出来的那些真理真相和普世价值更高一点的那个文明的成果，这个非常遗憾。我这么说可能有点啊，有人又不爱听了，林光你什么都懂，我确实在某些方面懂得比你多啊，这没办法啊。很多你像那个东京宅面二什么的，给刘连军搞了个房间，就是丑陋的中国人啊，活灵活现的丑陋的中国人，哪有普世价值民主啊，他根本不懂，哪懂道义啊，啊，就给五毛搭个台子，让五毛在那胡说八道，让五毛指着鼻子羞辱他，那他没法回答，答不出来。民主人士想替他打个擂台把五毛给干回去，他们啊对民主人士是极尽羞辱，封杀链踢，就是丑陋中国人嘛，啊，因为他不允许你批评的。这没办法啊，只有我能说这话，王丹都不敢说这样的话，魏京生都不敢说这样的话，知道吧？王玉涛他敢吗？你问问王玉涛，让王玉涛论述一下台湾民主怎么坚持他的道义啊？怎么样像美国人所期望的那样给大陆人民展示自己的灯塔的这个效果？应该台湾怎么做？没有人敢跟台湾人讲，因为什么呢？因为都知道，都努力过，都试过，被台湾人咔啦都给拒绝了。台湾人不愿意跟你谈这个东西，这个很遗憾啊。我说过，推翻共产党这个政权需要100个因素凑齐了，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台湾。台湾这个因素必不可少，怎么用它，怎么巧用它，需要一定的政治艺术。我还没有拿捏好这个火候，所以就点到为止吧，讲太多了我会招致一些台湾的1450对我的攻击和造谣。好，谢谢大家，再见。